甲鱼应该这么吃。好家伙，这是什么脱骨机器，边吃还边给甲鱼算命是吧？买了三一只半斤，说实话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甲鱼，先给他算个命。别笑，命数已尽，今天必须开点尝尝，它是香的还是辣的，还是酸的还是苦的。先看一下配料啊，除了甲鱼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、612种调制料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配料是相当干净啊。产地湖北荆州，这是当年关二爷就有的荆楚特产啊。打开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甲鱼啊，这么掂量着还是挺有分量的。不过话说你们都是怎么区分甲鱼乌龟王八鳖的，尝一下啊。这个曲边啊，口感非常嫩，因为它这边都是那种胶原蛋白。它肉还是很多的啊。这甲鱼肉真的好 Q 弹啊，嚼的时候特别有弹性。好辣。里面剥开就这样子，这肉的味道真的很不错，很鲜很嫩。而且啊，我一开始担心这玩意儿它会不会腥，但你直接吃起来真的是一点都不腥，它处理的特别好。这肉真的好好吃啊，我之前完全没想过原来这甲鱼能有这么好吃的体验，你们没尝过的啊真的可以尝尝，这玩意儿出了荆楚咱一般真买不到。